针对这个嘉义县，伫咧明年度准备了举办的为期24天的台湾灯会，有真侪位的议员拢相当欢乐。这原本的经历已经不足，在灯会期间，除了讲交通治安为何等等既定的勤务，而且佫需要负责包括将灯具顾好好等等相关的这个工作对象，所以因就要求嘉义县政府爱来编的预算，请保全，较袂予经历这负担上大。你县长张华官虽然肯定这项提议，却嘛强调这募款的金额和预期的落差真大，钱这是上大的问题。关议员将阮真及县府两当前伫太祖大道办灯会，警局为着保护灯会设备，伫寒天当中派员轮流看守，指全县的警察员也才1200多人，而且灯会面积广达50公顷，全靠国家培养出来警察负责，也阁爱应付交通甲帮台员工人潮，讲袂过去也大材小用，强调警察的责任毋是看守灯具，建议请保全。警力的治安的维持是要安怎去处理？伫遮咧，我想要请教咱林局长，第一讲伫北关区，伊记咧，像讲来咱顶无偌久，伫咱昆仑关因办国家灯会，昆仑关伊的环境嘛依然无够，伊的警力的来源是要安怎去处理？是警力咱的警政人员去加班，还是去外关区调来支援的？是毋是？当请咱林局长。这些解释，我咱这个环境会当伊的心，会当较安心些。这一个是国家单位哈，其实哈，国家级的单位不是县级的，所以哈，警政署原力办理，不是咱特别，但是讲每一管区、每一单的单位，他都会调动保一、保四、保五、保六安尼吼来支援呐。伊嘛，咱讲咱的远景是不够的哈，所以国家级的单位。国家警政署就是会配合哈，这一点那天我也去特别拜访，陈国恩署长，他有一个讲义啊，伊嘛真欢喜当家办哈，所以我们尽量哈就是原地办理哈。张华官回应，灯会人力不止靠公部门，也阁有包括大量的志工，而且请保全上大的问题，也是伫咧经费不足。讲伊甲副馆长高鸿明四界募款，目前初估加起来才5000万左右，甲预期的1亿5000万差真济，应付灯会支出已经无够，要阁再提出来请保全非常困难。但是依照往例，警政署拢会派保警来支援灯会，另外环境局也正伫。在训练义警，到时阵拢会投入灯会运作。最新新闻，朱乃新、嘉义县蔡宏报道。